为什么王力宏2006年的歌曲《花田错》放在现在听都是经久不衰？你听这首歌的节奏，有种抢拍的感觉啊！叮叮叮，嘎，叮嘎，叮叮叮，叮叮嘎。你看，试一下钢琴，哎，叮叮叮，哎，抢拍，叮嘎，叮叮叮叮，哎，抢拍啊！带入歌词试一下。夜好深了，这窗里怎么亮着？那不是长夜灯火，你为我点的烛火，不过是一次邂逅，红楼那一场梦。我的香水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金色鬼魅，我忘了我是谁，心情就像夜凉如水，手里握着蝴蝶杯，单飞，不醉不归。花田里犯了错。小钱忘掉，是不是听起来很有节奏感，很有 feel 啊？这就是即兴弹唱啊！想学到更多弹唱技巧，关注悦耳钢琴小慧老师，可以来学习我的课程哦。拜拜。